口罩。对，你要戴口罩，甚至你只要觉得喉咙有一点痒痒的，有点想开始咳嗽了，也要戴口罩。为什么？请你帮我看看。有看到咳嗽了，打喷嚏，啊咻就有细菌了。飞到别人的人，对，会飞到别人的身上。所以我们要保护自己，要保护别人。只要我们觉得喉咙痒痒的，就要戴口罩。第三件事情，干嘛啦？你在一起来干嘛？我们要常常的打扫跟消毒。我们要打扫哦。这三件事情要确实的做好，这样才不要让病毒抓到我们。那我们再看一次，今天的画画的病毒它长什么形状？像它一样。对，它一样。请你观察一下，你可以看看今天我画画的病毒它是什么形状的。这样子啊，然后跟那个弟弟一样，就是。跟那个弟弟一样吗？很像叉的形状。那个黄色衣服弟弟一样吗？叉的形状吗？对，这样。这样。这样。